回来那个黑色的先不要，把它剪掉，剪掉了再去拿一个叉子，拿过来这个叉子。等一下，这个我拍一下，这个线是这样的。这一端再给它这个电容，这一端，然后那一条线插的黄线，插的不是这个，这个插黄线，这一条就插这个电容，插这个端子，嗯，这个哪没有？这哪没有？剪了的，插紧就。